今天是我流落到这座荒岛的第五天，之前找到的食物已经全都吃完了，今天就让我们再去沙滩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些什么吧。哎，那边的石头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哦，螃蟹，是螃蟹，这么大一只应该够吃很久了。没想到今天运气这么好，也许我们应该多去附近走走，说不定还能找到更多好吃的东西。哦，那边沙滩上绿绿的东西是苦瓜，是苦瓜。哎，沙滩上居然长出了一大片的苦瓜，有了这些苦瓜我们就能有苦瓜汁喝了。哦，那边好像还有东西。哦，冰箱，沙滩上居然有一台冰箱，而且里面居然还有快乐水和体力药水，而且居然还是冰镇的，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。哎，等等，海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飘过来了，是补给箱，是补给箱啊！有了补给箱里的装备，我们就再也不怕岛上的那些野兽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箱子里究竟是……哦，尤达，是尤达，是我的尤达！尤达，我的尤达，我想死你了！没有你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哦，那边沙滩上好像还有个东西，绿绿的。哦，麻将牌，大三元，胡了。哦，班长又赢了，哎，好厉害啊！哎，我不服，你肯定是用宇都城作弊了。再来一局，这次我肯定要赢你。可以，随时奉陪。我如转万象，离上无下，炎上之光。哈，清一色，胡了。十三幺，大四喜，四暗客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！砍招，吃，哈，当，子龙，清白，胡了，砍招，完成啦！胜利已在无手，胜负已分，胡了。咋回事啊？这好像多了一张牌。哎，啊！出现了，是传说中的麻将级崩坏兽。刚才战斗中所释放的崩坏能让麻将牌都变异了。对此，我们的女武神究竟会如何应对？哼，他们又回到了牌桌前，打起了麻将，看起来战况十分紧迫。哦，大家快看，那边的是，啊，沙师傅，沙师傅。和螃蟹差不多，两只手满满的都是肉，只要砸开壳就能吃。今晚我们终于能吃顿好的啦！尤达，我们上！学我一招，世界第一可爱重击！啊，等等，那边的是……哦，大姨妈你来了！喂，我一个人流落荒岛的时候，你们居然就在这打麻将吗？快带我一个，我也要玩。哦，学院长也要来，好啊，不过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哼哼，谁让着谁还不一定呢。哎呀，这位崩坏兽先生，想必你身为麻将级崩坏兽，一定非常会打麻将吧？刚好我们这桌三缺一，您看要不要来一起？